在我平常日常的工作中呢，有很多录音的需求，那么麦克风就是我平常要研究的对象。那我平常呢会录制一部分吉他，那这两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比较的对象。那左边这个呢就是纽曼的 KM184，右边这个呢就是德利芬根的 M60FET。那么这是黑色的德利芬根 M60，它的长度呢大概在140毫米，它的直径呢为20毫米，稍微的长一些。那么这个 KM184 呢，它的长度大概在107毫米，直径呢大概在22毫米，它呢要稍微的短一点，而且胖一点。那这是 KM184 呢，是我近5年来一直在使用的录制吉他的话筒，你可以看到它的出镜率非常的高。那么事到如今呢，它的售价大概在7000左右。这只德利芬根的 M60FET 呢，它的售价也跟它基本上差不多。那么它们都需要48伏的幻象电源进行供电。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在同一个场景之下来听一下同一段吉他声音的区别。那这两个是不是神仙打架呢？我们来听听。